你是家己跋倒哦？阿妈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没有了，有一点。你怎么了？有一点晕了。晕了。来。你是家己跋倒哦？煎荷包蛋粿真香哟，我来讲。送你去便宜啦。快啦！你看，你手机拢白片咧。啊！你看咧，你看咧，你甲顾咧，你的冰啦，这冰卖啊啦。卖啊！干嘛顾这个冰？男子表示他的身体状况尚可，坚持不肯就医，拿了冰就想要回家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